是凌晨差五分就四点整了，凌晨时间，2019年7月份，是今天周三。我是小宋。让我们慢慢等他出来。Ross Stewart 落石如华，航向河水。这是单版的综艺，好像也没找到综艺版。网上说干脆自己翻了。那这首是算是经典的 ，soft rock 的经典，但是它好有带这种是灵魂色彩、灵魂乐调的色彩。扬帆起锚，勇渡恶水，越过扬面，我欲归乡。向你身畔，自在则安。比翼振翅，连袂高飞。湛蓝里，许多彤云，五味杂陈，事无际遇。靠近你处，记得休书。是，这不要翻成粤文呢、啊？是，6月16号的开始。向你身畔，自在则安。比翼振翅，连袂高飞。湛蓝里，许有彤云，五味杂陈，事无济。靠近你处，记得救赎。好，这篇短短的，就是2分钟把它结束掉，是。来，那结束掉这个。